鸭妈妈来找人喽！啊，开始找喽！哇哦，一进来，哇，好宽敞哦，而且这边好漂亮哦。这个客厅看起来好像没有人的感觉。这边是电视柜，然后沙发区感觉上不能躲开。哎，沙发后面呢？沙发后面。没有小朋友哦，然后这个上面，哎，不能躲人，很好。这边呢，这边有一个超大浴缸，噔噔，哇，也太大了吧！好，我看看这边。Oh no！ 嗨，哈哈。哦，好。然后一楼这边看起来是没了，我们要上楼。因为这是阁楼，所以是有楼中楼的。对，很棒。好好，楼下等你一个哈。嗯，我来当小跟班。当小跟班，跟着走。我还没有看到燕爸爸哎。他躲得非常的厉害。哇，这边是两张双人床。我们家明爸爸躲得非常厉害。这个后面没有人，这个是什么装饰吗？对，装饰。哇，还有鱼，看，一只鱼。这个柜子。小孩，下面呢？哇！嗨，亚米，还剩小鱼，你先出来。好，我们去监狱吧。好热啊！我们哎，那我先帮你们做事。怎么又是小鱼最后一个？小鱼躲得很好，躲得非常好。我觉得我也躲得非常好。这些地方你都去过，对不对？所以小鱼就躲在你我刚刚去过的地方。所以没有在厕所。哇，这边有厕所。对啊，我们就不用跑到楼下上厕所。对啊，对啊，我们干嘛一直在那热？我就在门后面，然后一进来就。我们去沙发区坐着等吗？啊，走。沙发区坐着等。而且他说我刚刚有经过。对。所以就是在沙发区那里了。干嘛？你全部都去过了，所以你就在门口。说分手。对。全部都去过。这个是我们故意推开的。这个地方是我们故意推开的，故意推开的，故意他原本是好，还是我故意，然后他嫌太脏。那你妈妈一开始就来看了，我一开始就有看了。哇，我一开始好像没有。不对啊，不可能出去啊。被找到。好了，这就是我们这次在台南住的汽车旅馆。汽车旅馆的躲猫猫非常好玩。还没有想要跟我们一起在玩躲猫猫的，你们在留言下面打，说不定有机会我们就可以一起跟我们玩躲猫猫了。最后我们要说什么？谢谢大家，拜拜。